茶，谢谢啦。哎呀，你们选好了，我再给拿进来。这是一个20千瓦的三相佛电机，这上面又没有标重量。这个电机的名牌上面没有标重量，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。先看我自己有多少，44.6。136.4。是宁果儿，这是我们村修公路的一个老板的发电机。他这个发电机的话，他是之前让别人给他修过的，但是修回来以后每次用都需要立起一下。我怀疑要么就是斜坡绕组没有，要么就是斜坡绕组和立起绕组的数据有问题。接下来我就拆开来看看，然后顺便把他这破旧的外表给他修复一下。看，因为不好用，他把这个接线盒里面的配件都给拆完了，看这个表还有这个整流器都没有了，我还得重新给他弄。看这个皮带盘都已经坏了，我要给他处理一下。这个机器就是这些问题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拆了。你们看这个钉子才10公分长，这哪是20千瓦的发电机呀、啊、这明明就是飞碟电机，所以它才那么轻。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线给宰了，之前修它的师傅数据弄错了，我也不管了，我直接宰了。下面的这个轴承已经坏了，我要把它拆下来。原来它这个皮带盘早就烂了，看这些断的地方已经渗水进来生锈了。机器我已经拆完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喷烧除锈。
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皮带盘给他。机器我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在我这里先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用。现在天下了很大的雨，我就不给他送去了，让他自己来拿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。